你们学校只有你一个厨师吗？今天因为是放假，所以他们放假了。我能干点啥？切那个辣椒。要不这道菜我来做吧。<笑>可以啊。好，那就一个。哪一个东西来垫着？哈哈哈哈哈。你们这电饭锅是用椅子压的。 这样拿稳一点，切片能吗？嗯。好，排队过来啊。好，下一个。好吃吗？食堂阿姨做的比较好吃，还是吴老师做的比较好吃？为什么？食堂阿姨做的方式有时候淡了，有时候咸了。